姐，你现在好点没有？嗯，呀，别想那么多，先把身体养好。把身体养好了，身体才是自己好的。哎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了，先把自己身体养好，也别想那么多，心要放宽一点。想那么多，自己心累啊，把自己心态放好，身体养好。反正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呢。别想那么多。嗯。刚刚我们在那楼下那里啊，跟妹妹，她说好想好想吃那个柿子，那山上也有。我们在广东那里，妹妹买了一些，她说好喜欢吃那个，但是不知道对面那片山上是不是你们在，是不是你们种的还是别人的，能不能摘？有一些是我们的，那个有什么吃法？妹妹喜欢吃啊，想带妹妹去那里摘一点。那你不认识，你叫你哥带你去吗？好多果果啊，那里啊，现在还不能哦，吃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橘子吗？砂糖橘，这是砂糖橘啊，还不能吃能不的，能吃？这个红了，这个还不熟的，哦，我摘了这一个下。是坏的，这个是坏的，好像红了，有那种裂，红的裂开那种都是坏的，青的那个还是好的。哇，好多啊！妹妹，不值你要不要钱，摘？这个不值钱，现在不能吃。现在不能吃。那，哇，现在不能吃啊！走，去摘柿子嘛。走吧，我们去摘柿子喂。你不是想要吃柿子吗？走，啊，那走。个也是那个。嗯。这一片吗？反正有红的你都可以摘的，我们这边的人他不会收的。红的你不摘它也掉了。你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好。哦，对哦。哎呀，这个可惜了，这个在树上烂了，不能要了这个。啊，那是那个好漂亮啊！嗯。过来。他在那拍照，呵呵，好搞笑。送你的哦。那里有一个，来，那里有一个，来，那里。哇，那你是红的，嗯。哦，还挺大的那个。这个，嗯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哦呢，这个就叫什么？人家说，秋天果实累累，大丰收啊，今天太干了。大丰收。今天大了小。妹妹不下去，妈妈上来了。哎呀，我又多摘了两个，你看好大。嗯。哎呀，好臭啊！这啥呀？啊？哥，这是什么？好臭啊！哦，那个是那个牛屎。啊，牛屎？对呀。为什么要放牛屎在这里？给这个树吃嘛，这个是农家肥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纯天然啊。嗯。这个根都是用牛屎，哇，牛粪，这个叫牛粪，牛粪好听点的叫牛粪。对，这样子也省一点钱嘛，你。放化肥的话，那个树也不好。化肥还没那么好啊，其实这种还挺天然的那种，是啊。蛮好的。你看，妹妹，她也在这里种。哇，你好臭美哦！来拍一个这个，你看妈妈摘好多。哇哦！哎呀，用姨父的拍。吵架了，两个人在吵架了。你把那个，你给一个那个给他。我给他不要，他丢我的。那你给我，我给他。嗯。那你拿我的手机拍嘛？哇，这个手机好漂亮！我给你打开，我给你打开。不是，嗯，吵架了，吵架了。为了拍照，两个人在吵架了。哎，来，来，哎呀，你给你给你那个给他拿我的拍就行了。哎，要妈妈的拍。他跟我吵架。行，那你会不会拍嘛？给你，啊，拍，啊拍啊，拍，啊拍，他不要我手机啊，奇怪啊。啊，给你。不能哭，嗯，哭了就妈妈不给了啊。生气了。嗯。好了，和好了，嗯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和好了，好，和好了，好好了。
好，你拍吧，拍吧，拍吧。啊，小摄影师。哎，那你我看你会不会拍戏啊？小摄影师，你 拍一下给姨夫看一下会不会，快点。你拍一个给姨夫看看，你说我会拍呀，哦。来妹妹帮姨夫拍一个，来姨夫，姨夫搞夜视啊，你快点。来，给姨夫拍一个。好了。哎呀，真的生气了哦。好了，不生气了，我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好丑啊，哭那个小孩好丑的。你说我不哭了，长大了。好了，那好了。啊，来了。爸爸。啊。小小抱抱，那你帮我拍个照先，帮姨夫拍个照，拍一个照。来，我看你会不会？ Yeah. 哎，快点，姨夫搞噎死了！哎呀， yeah, 这样，耶、yeah, ，哦，就这样拍，拍好了没有？耶、yeah. 哦，啊，哦哟，抱抱，哎呦，抱抱，抱抱啊，拍吧。